本王无罪，我真是替我们崔家感到不值啊！崔兴州虽然征讨鲁逆，有功不假，但是东周京城内各地的巨额逆产银被人偷梁换柱，成了他的私财。国公。 何故构陷本王啊？崔兴州，你以为温庭鹤死了就死无对证了？门官一门下司，暗查鲁逆银产多日，追缉同案人。 你贪墨枉法，人证物证无一有缺。崔兴昭，我和你纵有秦晋之冤，但是也不能坐视你这种罪不容诛的滔天逆行。本王无罪。我真是替我们崔家感到不值啊！竟能攀上你郭家这样构陷良辰的奸佞为姻亲。 堂堂的摄政王啊，纵容一女毒害陛下，这笔账还没有清算，你们就党同伐异，还是他为群臣之首？好啊，本王倒是要看看，到底谁是国贼？那就等陛下苏醒，自会有明断。 嗯，诸僚都看见了吧？崔兴州居功自傲，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。陛下如今病危，安可让这种欺功枉法的逆臣再次猖狂咆哮？应该。 张廷尉，臣在。你主政大理寺，应当清明公正。现将淮阳王交于你大理寺，本王且往狱内，秉此奏议，看太皇太后有何懿旨。遵摄政王谕。来人，把崔兴州给我拿下。是。 淮阳王侵吞东周逆产，身负数宗大案，现已收押大理寺，等候发落。崔家上下人等，无旨不可出京。特告，主者施行。